流浪着千里风，无一个小酒梦。来问一下阿瓜记哈，这一首歌原唱人是谁？后来是后来是李翊君，对，翻唱秋兰芬吗？不是啦，谁听啊？谁听？谁听？谁听？我还看过，还看过他们戏院登台的演出嘞。但是真正的原唱者叫做魔力行一记。哦，那日语啦，哦，日语，以前的歌都是日本歌改过的，是翻的，哦，翻唱。哎呦，哎呦，好有味道，哎呦，好有味道哦。今日も来て、哎呦，どうだったの？哎呀，哎呀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我阿伯给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哦，好想听你唱那歌，那那萨基九九三，也别了，那那萨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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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九九。但是也被你们这些兔崽子改得乱七八糟，他们就把台湾的风化场所都唱出来。人讲台南的新店房价有车经，高雄的市政府后壁拢是卡扫经。哎呀，改成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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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年人开杂啵，会大哭，欠长呢都欠钱开杂啵，人生快乐第一步，来开杂啵，来开杂啵，跳舞好震动，最吓人，六刀猪肉。咱这是金钟奖最佳节目哎！哎呀，哪跟哪呢？我们做娱乐节目，主要目的就是要让人家笑开，笑笑什来，把你们答案先亮出来，好不好？来哦，海女流，为何为何妙如此？也 OK 哦，也 OK， 也 OK， 也 OK， 全对，全对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看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歌词：奇摩此瓦鲁以归复火。各起拜，奇摩此瓦鲁以归复火。冰冰姐怎么可能不会？冰冰姐，我是跟你讲，我奇摩此瓦鲁以归办会。哎呦啊，那就知道了嘛，归办都会，那就太简单了。奇摩此瓦鲁以，三二一，亮答。好，一起来演唱，歌名原唱人请起立。Let's go。改变，我一样是摄影师，想抬起来，他这个日文，日文你们看不懂。我跟你讲，他这一首是《梦驼铃》。我是真的，当年是一定要去学，为了拍那个电影，很辛苦的。你看金马奖欧青对吧？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冒险泛滥型的欧巴桑，我唔是咯一般文文啊，欧吉桑、欧巴桑，小酒来杯胖，你一袋我一袋，食甲真歹势。我是我又去泛舟，我那个我好清闲的泛舟，我就骑沙滩车，什么都不做，太帅了啦！以前哈。
拍戏拍电影，他都希望你年轻嘛，年轻就是青春的肉体，多看，叫你给安尼老一点，多露一下，总算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。那也那个时候才可以啊，我今嘛安尼老出来，大概画退票。好可怜，这样狂吗？真的要吗？不不不，先不要，先大王请赐死。原来这里还要等斗争出来，我怕太露了，没啦，我还弄个秘密武器把它遮起来。要这样要抖，我也可以抖一下。台湾山口百惠，知道山口百惠吗？应该喜欢日系的。山口百惠是那个吗？那个日本的那个 A V 啊？哎，什么拉西？什么拉西？日本巨星，巨星的，还在一边。哦哦哦哦！刚刚那个闪过去是什么？台湾白石茉莉奈，这就是 A V 女优了，这就厉害了。A V 女优，这个可怕了，这个可怕了，这个红到可怕，可怕，可怕。茉莉奈，你两个都厉害，而且我跟你讲啊，刚国贤，你以为这样就最贤了 ？No。现在是有一个洞，洞洞，哇塞，那你等一下，只能手去哦，手不连，只能手过来哦，手过去，轻轻的触摸，轻轻踏下。我先帮你访问两句，好吧？我听声音。台湾山口百惠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呦，好舒服，好舒服，舒服，是是是。请问这个目前来讲，这个你一般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我喜欢有肩膀的男生。哇，肩膀，一定要有肩膀，有，哇，可以，很基本的条件啊，要的，一定要有，伸进去一点，对对，整个多点，没关系，手进去。哎呦，哇，这感觉，是摸到大便哦，又一定要，哎，对，摸我的手，哎，白胖好用，那个手有偷偷的撩我，撩，哎呦，哦哦，好，今天要自由，出来出来，不能太久，感觉一下就摸就要办卡，对啊，感觉一下就要办卡。这个山口百惠这边，她的皮肤很嫩，滑嫩，滑嫩，像骨溜秀这样的，哦，滑滑的，骨溜的感觉。请问一下，山口百惠小姐，你平常怎么保养你的皮肤？怎么样？我很爱喝水啊，水嫩，跟我一样爱喝水，水嫩水嫩水嫩，冒喜啊，吹弹可破，看前面呐，好来，欢迎山口百惠出场。哇，冰冰姐呢？上个奶，冰冰姐好，没想到没有，我需要抖那个珍珠奶吗？来来来，我们这边有准备。我本来以为我看了第一组，我以为还有啊，原来这里还要等抖珍珠奶，我怕太漏了，没来，我还弄个秘密武器把它遮起来，要这样要抖，我也可以抖一下。我讲无欠会啊，你啊！哎呀，谢谢冰姐，啊，我们录影录到三更半夜，你啊，太谢了。我已经在报警边啊，困了。冰姐，我想，哎呀，我平常都叫一帮辣妹，为什么叫我来上这样的节目？我想，哎呦，啊，这拢是辣妹呢，啊，我来辣妹，我来你男妈。我有。白天叫辣，你男嘛？有辣妹，也要有腊肉来配。